华视的观众大家好，我是Sunny王阳明，我是郑仁硕。王阳明、郑仁硕携手心理医师邹炼推出实境节目，他们要由内而外改造素人，对自己人生的这个挫败经验，感觉是游泳是最低的那个点，对不对？我们是不是应该找一个很棒的一个游泳教练，然后让他去面对他过不了的那关？王阳明和郑仁硕帮改造者突破心魔，但改造前要试试看两人的默契到底好不好。默契不够，你要这两个抹鼻子。三二一，勇气哦！献出主持处女秀，王阳明和郑仁硕坦言很有挑战性。其实蛮开心的，很轻松，但是又很有挑战，还好有他了。第一步就是想要让他变成我们自己的朋友，引导他，看看他可不可以说出更多他其实平常没有在说的事情。展现浓浓兄弟情谊，两人在节目中也激荡出不少笑料。什么星座？我的量身定做。身为导师的两人也亲自教学。所有的男性朋友，所有的女性朋友，所有的同性朋友，其实你们都不孤单，因为你们生命里面还有我，可以陪你们一起度过。不错，我很想认识你，你想认识我吗？这次改造素人，让他们超越自我，崭新出发。接下来，王阳明和郑仁硕希望主持与大自然相关的节目，带着观众欣赏台湾的美。华视新闻林丽婷、李诗健台北报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鱼，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